补充一下，如果说你的小猫会跑出去，我们通常就是会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一开始的那个 initial 初始化的动作，我们会让它移到中间，所以你就移到哪里，这个坐标给它零零，零零就是中间，然后把它放在程式一开始的地方，这样不管它想跑去哪里，你只要一按绿旗，它就回到中间，我们会有这个初始化的动作。 然后一开始你数字也不要太大，因为太大走太快，你不好测试，所以一开始小一点，然后觉得 OK 都对了，再把它调到你要的速度，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。